们接下来的一程，我们首先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金砖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黄永祥博士，要来和我们发表的是智慧家庭联网装置的开发以及应用，请掌声有请黄永祥博士。首先欢迎各位先进跟各位对物联网有兴趣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今天这个讨论的议程。那我们今天这个议程会比较着重在开发应用上面，那如何让这个物联网的产品或者是产业如何容易能够去实现它。那今天议程大概包括这几个题目，就是我们看这个物联网的这个智慧家庭的技术核心关键会是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看这个产业的话，我们觉得如何让它帮助它普及。那我们这边今天刚刚提到说着重在开发上面，所以今天我们会提出一套的方式来展示演示这个如何快速的开发一个物联网的一个产品的雏形出来。然后另外我们也会谈谈看物联网的一些应用，我们应用在什么地方。那最终我们还有一个可能会请各位参与的伙伴或来宾们，大家一起来试试看这个现场的演示，自己可以试试看。好，那这个大概是今天的议程。好，那我们这边在看这个物联网的方面，我们觉得有几个关键的技术，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热的题目，没有错，因为你可以用应用在各个地方各个不同的领域上面。可是每一个人如果要开发这个东西，每一个人都要了解所有的 know how 的时候，那这个会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再看这个物联网的开发，我们觉得有几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是我们可能有需要眼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高清的影像当做眼睛来看它。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控制一些装置，你可能需要的看到的是影像。比如说现在很流行那个无人飞机 drone，我们这次在 CES 看到非常非常多人在做 drone 这个东西，那他必须看到，就是说你在手机上可以看得到影像，他飞行的时候他可能跟着你在飞，你可以看得到影像，这个是一个应用。另外最重要的是说你在做物联网控制，你不可能拿着线装在你的装置上面来控制，所以绝对是需要无线。那无线有不同的技术 ZB、 Wi-Fi、 3G、 4G 各种不同的无线，那我们怎么帮助用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加速开发物联网产品。另外我们觉得在物联网里面你要更多的价值，你需不需带有智慧的东西，这些开发出来的东西需要智慧，使用上可以帮助到你，这个才有意义。如果只是远端哪都可以当作开关来开关，那只是玩具而已。好，真正能够帮助你是需要这个装置能够提供些什么样的服务。另外我们觉得物联网上牵涉到就是说很多远端的应用啊、储存啊等等，这也是其中的关键技术。那最重要物联网需要一朵云来操控它。其实你对 user 来讲最重要就是 APP 怎么 access 到你这个装置，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云。我们讲大概就是五样这个几个技术我们认为是很关键的。 OK，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东西才能做物联网？如果讲到这样的话看起来很困难，那我是觉得我们不需要这样。我觉得在产业链里面应该是垂直整合，横向大家如何去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些东西。只要你有创意，那搭配一些能够提供这些基本技术的人，那你就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东西。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讲影像，影像就必须像这样子有高清的影像，比如说这样的影像，你可以看得到车牌啊等等这样的影像。在物联网里面，如果今天影像也是很拉惨，我最近去看那个 CES， LG 推一个扫地机上面有影像，那个影像你就看不出来在干什么，那就是比较像是玩具的影像。好，那无线传送，这个影像你们通过无线做传送，那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Wi-Fi， 可以使用的是 3G 或 LTE， 是不是？那这样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应用在物联网上面。那我讲智能，不管你今天物联网上做的是有影像或没有影像的装置，你可能都需要一些智能。如果是有影像的话，你可能需要做什么事？现在很多人在卖那个简单的 camera， 可以做云端去应用它或看它嘛。很多大部分都只是传影像给你，或者它上面有一个所谓的 motion detection 的功能。可是如果一般的这种 simple camera， 它就是不停的传警报过来，假设是树叶动一下来传过来，那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呢？是真的有可能有陌生人过来的时候才需要传警报给你。 那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在这个影像上面需要有智能的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好，
举例来讲，这是一个马路，对不对？左手边有树在动，照说的话，照原来的方法，就是警报一直送到你手机来。这个也是一个物联网应用，警报一直来一直来，你大半最后就是把那个手机把它关掉，不要再送了。那你要什么呢？你要的其实中间马路，如果这个马路中间有车子来，才是你需要看到的。这个时候你看车子来，你可以 tracking 它。这个称为叫做 object tracking， 在影像的应用上面。那你还可以设计一些 forbidden zone， 就是这个禁制区呢，禁制区跑到禁制区的时候才会有警报。我们既然讲智慧嘛，对不对？那这个是真的要智慧。你看它经过的时候才送警报到你手机来，这样的应用才是实质上的一个真的好的应用。否则的话，动不动警报来，那就是一直假警报，狼来了，那你最后就是关掉。那最后我们刚才讲到这几个技术，你最终你跟手机要做连线要传送，你需要一朵云，一朵云。这个云上面可以做什么服务？可以很多的服务啦。连线是一个基本的服务，对不对？定位啊，要做什么东西？储存啊，或者说透过手机上面做韧体更新啊。如果今天一旦有什么新功能要下上去，你不用再说用手动去更新，你在远端直接全部都有全自动更新等等，这类是这样的服务。好，那再来，我们会讲到说如何普及，要普及。普及我们觉得几个重要的关键，第一件事情，如果像 smartphone 会普及，我觉得这个创新是最重要的关键。创新是最重要的关键。在苹果出 smartphone 之前，它出一个 iPad 是所谓的 MP3 的 Play， 但是之前很多人做 MP3， 那为什么到 iPad 会变成这么好？它建构一个 ecosystem， 它可以下载音乐，可以跟所有的音乐的公司大家都互利，所以大家都愿意上去做，所以这个 ecosystem 或者这个创新变成是主要它能够流行的因素。Smartphone 也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在物联网里面，我们也觉得创新很重要。但是创新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可以创新，所以应该是说有能力创新的公司，他可能没技术，那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开发这样的产品？应该想一个方式，方便大家去建造一些物联网的应用出来。好，所以创新很重要。再来就是说，如果要容易使用的话，如果今天要流行的话，容易使用就变得很重要，一定要很容易使用。我刚才讲那个 Smartphone 也是这样的意思了。Nokia 会被打败，就是他看不到这个手机未来趋势需要这么容易使用，需要这么多人结合在一起。那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要普及化 ，cost 很重要了。很多人现在现场市场在卖那个智慧灯泡，可以控的，那更是问题，那个里面的模组可能要几上十块美金，那你那个灯泡如果烧掉，不幸的话是要不要把模组拔出来？因为灯泡模组比灯泡还贵。所以会变成说，如果价格下不去，就很难普及。那如果今天这个控制的模组，无线的控制模组，或者做成物联网这个模组，可能是一两块美金，那我觉得这要普及化就很容易会成功了。另外就是说快速开发，如果开发这些物联网的装置，你要真的绞尽脑汁要做很多事情的话，每个人都要写 APP， 每个人都要做一个云，每个人都要去做无线，那我觉得这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就是说，我们想要看看说，如果说真的要快速开发，我们怎么做可以快速开发？我们今天来示范一个几个范例了。首先第一件事情，我刚才提到嘛，既然有这几个技术整合，那如果有人可以提供这几个模组，比如说物联网接接的模组，物联网接接模组，那你只要把这模组接到你自己的装置上面，你的装置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控制系统或怎么样子使用模式，你都了解了。OK， 那你很快就可以让它变成上云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有人如果能够提供一个接接的无线的模组，这样子，你很快就可以达到连线的目的，你不用自己再去做。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如果也有人提供，我想市面上也很多人提供所谓的 cloud 的服务了，这种公司。如果有人可以这样提供这样的服务的话，你也可以应用他的服务。因为就像你要吃饭，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开一家餐厅，你可能去别人开的餐厅直接吃饭。那餐厅有很多选择，每一个餐厅有它的特色，每一个 cloud 公司有它的特色，你可以选一个适合你的，那你就可以整合在一起。我们觉得是这样子。那讲到 cloud 的公司服务，通常因为结合 APP， 所以通常如果它能够提供你 APP 的样板，让你快速开发，或有什么工具可以快速的成型，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个工具，叫做像是 3D 列印机，开模跟 3D 列印机， 3D 列印机的好处就在于它很快速，可是如果要大量生产，你可能会开模，
我们在 APP 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情，等一下我会介绍这个东西，那先讲这个模组，模组的话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模组，那刚刚提到 ZB 有什么，我们个人认为从 WiFi 的普及度，我们觉得 WiFi 是一个最容易的事情，而且 WiFi 的成本因为大量化之后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低，非常非常低，非常容易入门。我举例来讲，我这边有几个模组，这么小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插上去，等一下我们有一个物联网的开发的展示，它是一台扫地机，把这个模组挂上去，你就可以从手机远端控制你的扫地机。那你会说，那如果要眼睛呢？那我们有眼睛的这种模组，就是 video 模组挂上去。那如果是这个的话，通常就连控制一起做了，眼睛跟控制一起做。刚刚这一种就是只做控制，你就很快的就会达到这个效果。好，那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就会做专业分工，专业分工能够提供这些的，那有创意的人他做出创意，因为这个产业应用你很难想象他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出来，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吃通吃所有的东西。我想的是因为在座这么多人要参加这个，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应用的领域可以使用它。那另外提供一块，就是说我们这边也提供一块这种开发套件，可以帮助大家去做练习啦，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控制等等，那你可以加速去开发这样子，这是一种方式啦，不一定是绝对的方式，但是我是说这是一个范例可以这样做。这个是我刚才讲的影像模组，所以控制模组也是小，影像模组也是小的，这是控制模组，可以这么小，小的意思就是便宜的意思嘛，你可以想象中。那另外小的话，你的应用可以做得比较好，你可以做的装置可以容易摆进去。那另外谈到这个物联网，很多人都是拿无线的话，就拿所谓的 AP 的晶片组来做，那很多人跑 Linux。那我要特别强调说，在这物联网的世界里面，我们强调的东西就是像家电产品，你需要插上去马上开起来，所以你意识应该比较接近所谓的微控器，所谓的 microprocessor（MCU） 应该是怎样？像遥控器，电池装上去马上可以用。如果跟遥控器装上去，像 Linux 先跑个30秒才开始遥控器可以按，你一定觉得很失望。所以在物联网里面，我们讲的都是即时的，就是说这个装置装上去，应该电池装上去马上可以启动，应该是讲的是Real time 这种系统，直接插上去马上可以开始用，所以它的程式码也很小，然后这个变得很重要，轻载，轻载。好，那有各种不同的模组，像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模组，就是它是提供的就是 USB， 界面的是 USB， 可是它其实做的是无线的 WiFi 转送到所谓的 UR， 这个东西有大概如果学工程人都知道，有一个界面叫 RS232， 就是 WiFi 转成 RS232， 那你在远方。透过远方 APP 传送指令过来控制你所要的东西，像这样的一个界面就很简单，那你自己有什么应用就去做它。那这个模组可以长成各种不同的形状，这只是其中的应用之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的这个快速开发工具，大概如果讲到 APP 的开发，不外乎两种，一个方式就是所谓的 native 的开发，就是用比如说如果写苹果人就是需要的可能是 Object-C， 好，那你就一行一行去写程式码科。那另外如果 Android 的话，就用 Java， 通常都这样子。那意思呢，你要开发 APP， 你要好几套的人，没有错。如果今天是开发一个原生的，最有效率的是用这个没错。可是你很想赶快把你的创意展示出来，你需要的是一个什么？不是开模，需要的 3D 列印机，马上把我创意输进去，赶快印出来，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又来介绍一个类似 3D 列印机的开发工具，这个是有一个公司叫 Embarbaro， 其实它是以前很早一个公司叫 Boren， 如果做开发的人其实会知道有几个公司，那他们开发一个工具叫 Delphi， 然后卖到最后一个公司叫 Embarbaro， 他们把这个系统重整一下。这个工具有什么好处？其实最重要的好处是说它程式码只有一套，程式码只有一套，可是它可以编译成 Android， 同时也可以编译成 iPhone， 也就是你不要管 iPhone 或 Android 其实到底怎么写，不用管，你只要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界面的处理，然后下一些简单的指令，那大概你很快速就可以产生一个应用程式。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我称它叫做像 3D 列印机来产生 APP。 好，我可以这样讲，等一下他展示可以看到，你可以大家看到两分钟，
以内，它就可以产生一个 APP 来控制那个扫地机。好，等一下没有两分钟找他算数，不是我哈。好 ，OK， 好，那我刚才有提到了哈，主要它可以用 DeFi 哈，是用 Pascal 语言或者用 C 加加的语言，这两个语言可以来开发。好，你要熟悉 C 加加，你用 C 加加；要不然你熟悉 Pascal 也可以用。哦，那单一套程式码可以编译出 Android 跟 iOS 哈。我特别强调，也不是只有，应该讲不是只有那个 iPhone 哈。你做 Pad 的话也可以这样子。好，好，那这样子比较容易，而且是就是是 Visual 的开发，就是说，如果写过以前写过 Windows 上面的 VB 的人，对不对？你在上面拉一拉，可以产生程式码，这个方式就是类似的。就是你在上面编排，直接马上看得到，然后按这个按钮要产生什么事情，你就再把程式码加进去就好了。好，等一下来看这个开发了。那主要应用等一下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刚才的这个应用模式就是我刚刚提的，这个模组把它连到扫地机，这个是一个 WiFi 的无线模组连到扫地机，利用这个扫地机，好，这无线模组连上云，好啊，我们今天的伙伴叫做 Tricol 这个公司，他们有开发一些云的控制的东西。那我们在这边写 APP， 透过这 APP 到云控制，然后到它，所以你的源代码上可以连起来。所以我们等一下这个 demo 两分钟，你就可以把你的扫地机拿来用手机来控制它前进后退。好，那如果需要影像，你就我刚才讲影像模组插上去，影像模组就可以倒回来。等一下我们有一个 demo 看影像的，好，所以步骤上面这样子哦，这个上面有一个几个技术了，你一定问说 WiFi 上去又怎么设定连线到 router IP 分享器？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技术叫做 Smart Connection。Smart Connection 是说你的手机去通知 router， 叫 router 发指令去你的扫地机，扫地机连回来。好，你把你的家里的 router 的 SSID 跟密码透过手机传送给你的扫地机，它就连上来。这个我们称为 Smart Connection。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刚才讲他们的 Tricol 这边有一个 library 连线上去。你就可以做控制。等一下再来看这个展示好了啦。那我们先看看应用上的话，我想我们这边有一个合作的伙伴，我们这边主要比较偏向是做一些模组不同的应用，然后我们这有一个合作伙伴叫 Tricol， 他们提供的是云的这个服务。等一下也许可以请他们再介绍一些东西。好，那这边我们有合作一些东西啦，比较成功就是一些什么插座啦、扫地机啦、不同的感测器啊，哈，这些是一般比较平常的，容易做得到，用这些东西你可以完成的。但我想今天大家一定自己有一些心里想要做的东西，我们只是说提供一个简易的方法，让大家可以快速把你的想法变成一个 sample， 好，那可以去推广这样子，哈。那这个就必须看各位先进你们的应用会是在什么地方。好。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做一些现场的展示好了，好不好？好，这个是我大概解说一下，这个是开发套件打开来的样子。好，我再次的强调，这不是说一定要这个做，我只是说这个像是 3D 列印机，可以让你快速成型。你最终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人去开发不同 APP， 好，那可能效能比较好。这个不是最好的效能，它也不是最小的 size。它的 APP 看起来比较肥，但是它很快速，因为它包装的比较好，所以对开发者来讲，它可能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事情。我现在做的是，其实我刚刚做的是把那个 Tricol 的云端的模组呢，就是加到这套开发程式里面。那我现在要指定一下它在 Android 的手机上面的路径。其实这些事情都只需要做一次，你每次改code的时候其实都不需要再做了。
那现在我主要是要示范从无到有是多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可能是没有到两分钟这么快了，两分钟应该是这套软体产生 APK 档或是 iOS 的 IPA 档的时间。那我们开发时间当然还是很短。那我现在就是一个空白的专案，基本上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空白页。那所以我会试着在上面先放一张图。因为其实我们做 APP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看了要喜欢嘛，所以基本的美工还是要的。虽然现在 demo 时间可能比较赶，好，那这张图上面我们可能要再放个 button 要做什么呢？刚刚洪博士有提到，就是我们需要做社区 router 社区 device 的动作嘛。其实我现在拉什么东西，等一下各位看到的程式 build 出来就是长什么样子，就是所谓的所见即所得。而且其实官方提供非常多的元件，就是那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做到这些事。好，那我可能简单放两个 button 就好了，因为等一下我要控制扫地机器人，让它前进和停止就好了。好，好。那因为我怕打错字影响整个 demo 的顺畅度，所以我可能就直接用贴上的剪下贴上的方式就好了。那其实我今天所有会用到的程式码，大概就是现在各位看到这个黄色区块这些。哦，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洪博士建议我直接开写好的范本，其实大概就只是差拉 UI 而已啦，整个 UI 拉完就长得，我大概就是要做成这个样子哈。那现在这边程式码其实就只有，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用这个工具开发出来，可能大家不熟这个东西哈，可是你可以看程式码大概就这几行控制的指令而已，就是可能上下它做几个动作，叫它扫地前进后退这样子。它指令都放在这边，所以这样的程式码就完成你所有的这个 APP。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说写 native 的，你可能要完成这样一个程式码，你可能我觉得如果一个入门者，你可能要搞几个礼拜后你才有办法。那我现在只是说，请他快速展示一下这个样的 APP。好，那可以编译直接试试看哦。好，那我现在会编译到我们的 Android 手机上面。那我现在用的是小米的红米 Note， 那其实我只需要按一个Run 的按钮，它本身就会自动帮你完成编译和执行的动作。这个工具的好处就是说，它在编译的时候顺便可以帮你，直接 deploy， 就是把这个程式码直接送进去你的手机。你把手机接在电脑上的话，它直接帮你送进去，所以你马上可以看到你的程式码最后跑出来怎么结果。那当然，最后你可能要上 Google 的那个 Market 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自己再另外放上去。同样的方式，你也可以把 iPhone 的这个 APP 直接这样放上来，好，一样的模式。好，就假设先这样，你先执行好了，好吧 ？OK， 这个过程大概就这样子了哈。其实最花时间的大概就是 build code， 可是现在要等它 build 完。
那在这个时间点哈，我看我们也顺便花点时间，因为等一下我们有些奖品要赠送给大家哈，所以请大家也做一点功课好了，因为时间有限。好，我们先做同步这样子。好，他现在用这个手机哈，他现在没有遥控器嘛哈。大家如果买过扫地机器人的都会知道，你会拿一个遥控器嘛。啊，现在他是拿这个手机在控这个扫地机器人。那当然，这个就是绕到这边有一个 3G router 绕到上面去，哦，啊，直接这个连到它的云上面，哦，所以我刚才讲说，你要如果快速成型，这个是一个快速成型的方法。可是你如果要做一个最好的东西来卖，你不会这样做，你最后可能会去选 native。可是你至少有一个概念上，哎，这个东西这样行不行？你就跟你客人讲说，哦，这个是很好主意，赶快回来把 APP 写完，那就可以上了。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刚才讲到，这是数据控制的哈，只是控制它前进后退。另外一个应用就是说影像，你会从远端看影像。如果今天我插进去是一个影像模组，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好，我们今天来看看哈，我们这边有一个 APP， 好，那麻烦大家有手机的，如果你试试看，等一下我们如果做的看得到的话，有一些奖品可以赠送给大家哈。你直接到那个 Android 或者是 iPhone 上面去寻找哈，寻找 Trackouts 这个 APP， 好，下架是。你可以下载哈，下载。下载下来的话，你执行哈，就像这个画面哈，可以有空的人可以试试看哈。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QR code， 下载下来的话，你可以试着把这个我们远端放了一个 camera 的展示了哈，就说你可以把这个 QR 利用这个方式把这个 camera 加进去，用这个 APP 直接把 camera 加到你的这个加到 APP 里头，把这个 QR 加到 APP 里头，那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一支远端的摄影机，好，透过云端，你也不要管 IP 是多少，好，各位可以开始试试看。那我这边有一个展示，可以看一下哈，就也很简单，就这样子，马上你就可以开始看影像，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应用。可以，大家可以试试看了哈。那我请 Trackouts 看这边有没有什么补充好了哈。来，大概介绍一下 Trackouts， 上上来。今天呢，我们把我们公司最大的秘密武器都介绍出来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在自己的设备里面变成像我今天这么简洁跟这么方便的这个服务的话，可以来找我。我是负责 Tri Cloud， 我叫 Daphne， 我负责 Tri Cloud 的业务跟 marketing。那我贴在这边 Tri Cloud， 我现在如果说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哈，可以得到我们服务，就是我们给开发模组套件。然后如果说比如说贵公司，你可能是做。我们自己目前啊齁，台湾的前三大的那个家电啊都跟我们合作齁，那电信公司也是跟我们合作，就是说我们这个模组套件帮他们上云。对，那不管你们是不知道贵公司，就是各位先进，你们可能家里可能你的设备可能有 LED 灯啊，电视冰箱冷气机，煮米机 rice cooker 这些，我们都可以帮你们服务，免费的服务机会。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请问一下 Tri Cloud 的 Tri 是33是指什么？这是很简单也很难。我看到一个头上戴围巾戴帽子的先生，那个先生，来，我来看，你要回答是不是？来，我请你讲一下，你先介绍你的公司，然后告诉我这个 Tri 是指什么的？三一二三 ，Tri 是三嘛？为什么 Tri Cloud 选这个名字 ？Tri 是指什么？你觉得？三角形，但是它指的是三个重要的 component。对，三个重要的 component 指哪三个？一个是终端，一个是那个就是一个是那个 IT 的部分，一个是手机，另外一个是云端。这其实很厉害耶。对，那请问一下贵公司，要不要你们贵公司是做哪一类的？其实他说的终端哈，他说云的话就是天，终端就是地。然后他说手机 APP 部分就是人，就是天地人，就是 Tri Cloud 在一起的意思。那我们很谢谢这位先生，我们请问一下这位先生，你们公司是哪一家，然后是做哪一类的产品？异想科技，我们是软体公司。OK， 那我这模组跟你好像没有意思。等一下如果大家呢 K
可以去跟这个先生可以跟他交换一下，因为我们给他模组套件，也许贵公司你们有需要这个服务的话，可以去找异想科技的那个先生。先生贵姓？吴先生哦，哈。好，那有谁把这个 TriCloud download 下来的？哪一个先生已经 download 下来了？ OK， 我们看到一个帅哥，我们请这个帅哥上台来，他会得到我们。我们先请这个帅哥自己先介绍一下贵公司，这样。好，大家好，我是萌创科技，我姓张。那公司开发的产品是 ？OK OK， 这个我们也很好，可能有结合的机会。那请先生上来哈，你有 TriCloud 的 APP download 下来，我们就是要展现一个很快可以看到 video。你 download 下来了，那请你加上这个 QR code， 呵，把它加上去，可以看到 video。哦，这个先生拿，你自己讲，拿给大家看。就可以看到 video。对，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展现下来就是一个 video， 而且我们这个 video 可以录影、录音，录在云端 SD 卡、手机，双方通话，而且呢，我还可以 save， 而且但还有 event notification。对，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家 Camera 就这么简单。所以刚才黄博士有提到哈。你看，我们 TriCloud 最大的秘密今天都告诉大家了。我们可以帮各位做天地人，从 device 端、云端，一直到 user APP 都可以做开发。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兴趣的话，等一下可以来找我们。那我们现在把它交给黄博士，谢谢黄博士给我们这个机会。好，也谢谢 Devony 哈。那看看各位还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啦哈。那等一下如果可以使用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 Devony。如果能接得起来。他这边有一些奖品就是开发道歉可以免费赠送给大家，那你们到时候可以联络他一下，名额有限，可以等一下可以找他了哈。啊，看到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presentation 跟讨论，请。请问一下，那个现在很多的 device I/O 的整个环境都很多的 API， 或是说整个环境都很复杂。那您的这个平台，或是说这个服务，可以就是说把很多的目前市面上的东西，可以不同的意志的这个环境，可以device 可以纳进来吗？是是，因为现在其实我刚刚为什么提到，就是说。传统的方式，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智慧家庭很多装置的控制可能透过 ZB， 可是 ZB 的话，它必须去建构一个所谓的 gateway 转接器，好、哦、转接器，然后由转接器控制装置，然后装置收到指令以后，再透过分享器 IP 分享器到云端去。可是如果说十家公司都开发十家的自己的那个 gateway。那其实大家只能跟自己通，你可能你家里买十个装置，你不可能买十个 gateway 吧？如果不同家公司产生的，所以我觉得 WiFi 为什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行性，是说它是一个标准，任何人的装置都可以这样串起来，很容易。第一件事在硬体的设计上，就是大家可以互相串起来，透过无线，这个是一个标准。好，那上去的话，这个云端的话，我想也可以说，因为有一些标准的 API。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谈的是苹果有一个叫 HomeKit， 对不对？ Google 也提供一个。那我觉得几个两大阵营的手机，这两个入口的所谓认证，我觉得将来一定会是一个主流。那这个认证上去的东西就有一个标准，在后面延伸的云的服务是什么，那就另外一回事。那这样比较能够标准化，标准化各位用户，每个用户才能够普及啦。那自己的差异化就是在于你自己的创意跟价值是什么。好，这是我们的看法。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什么问题没有？好，那没有的话，我想今天这个报告就到这边。那我也欢迎大家，好，我们我想这边都应该有一些联络的方式啦，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大家都可以讨论一下。好，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我们金砖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黄永祥博士的精彩演说，也谢谢带来为我们示范的一个 demo 哦。